给他剪，剪的真的剪得很短，好像那个西装头，他后面歪刮，刮好了，他就一个人住，给他洗澡。说哇，水怎么那么热？啊，阿君就来给我开凉，给他在那边洗的时候，哦，阿妈在坐在那个脸盆，他想要坐在那个浴池里面哦，给他洗澡。说哇，水怎么那么热？阿君就来给我开凉，给他在那边洗的时候，哦，阿妈在坐在那个脸盆，他想要坐在那个浴池里面哦，那外面都还没有洗好呢，哇，弄得我裤子也都差不多湿了，我穿那个短的那个牛仔裤，那阿妈就赶快，他坐在那个小脸盆，好像是弄到他的骨头，哦，他就皱眉头。皱眉头，皱眼睛，就在那不会讲，我就讲啊，洗的洗的洗的，我还不敢用，我还讲，我给他泡，就是在那个浴室里面啊，就泡啊，就给阿妈泡那个泡身体，我阿妈好像很舒服，哇，就在那眼睛闭着，一下又睁开，一下又闭着，哇，感谢主洗好了，就把那抱到里面。哦，我的腰要断掉了，好累哦。啊，就赶快洗一洗，赶快给他擦一擦，擦一擦哦。那时候还没有吃，因为要给一个病人哦，洗澡的时候最好不要先给他吃东西，一定要给他空肚子，要不然在那边给他放过来放过去。给他刷好弄好，就赶快给他灌，就给他灌那个。灌那个牛乳，实在是感谢神，就阿嬷哦，就不拿这好事，我最有成就感就是这一次，阿嬷洗刷啦、洗澡啦，他就这样子，他想不到，因为第二天哦，大概太累了，他就浑身都酸痛，他就那第三天整理想要来的时候。啊，一大早阿父就来跟我讲，他说阿嬷哦，好像情况不太好，就先打电话来跟我讲。那阿君，到后来我就还在那里整理东西的时候，因为每天都要出门嘛，一下不是生病啊，就是忙哦，忙阿嬷，一下台北啊，一下桃园，一下台北，一下桃园。实在有点，这样跑来跑去是没有关系，就坐车哦，就头会晕了。那我又，因为上个礼拜刚刚毕业啊，不是上个礼拜一啊，刚刚毕业啊。那后来，因为我要把我的那个毕业证书啊，要拿给阿嬷看。很可惜啊，妈就不能看。妈，好。那个小的在文具。好，好了，好，感谢主了。好，阿妹，我看起来，你看阿妈真是毕生结局啊，她内心在阿妈内心里，她很高兴，因为我看她现在唱着很吉祥，没有痛苦。就是他这次走得很安详，有点痛。对我们做晚辈的呀，我们大家，但心里的难过归难过，我们应该高兴，为阿妈高兴，因为他是被接走了，这是上帝的旨意，把他接到天上去了。哎，我还要说一点哦，我去锡安山的时候哦，我觉得说阿嬷是那么辛苦生病，那么痛苦的经过这条路，啊，我还说一个经验，我觉得说有一个牧师说你要好好的照顾阿嬷，祈求阿嬷是大福多，伊爱好啊过，直到伊生出来时阵吼。啊，伊就袂记伊痛苦，我即句话定伫记伫心肝内咧。啊，就意思就是讲吼，伊会破病，即摆吼，安尼生出来就是讲，他一断气的时候他就活起来了，就到上帝那里去。还有，我们就觉得吼，那么那
样子的痛苦，结果我去那西安山看到那么漂亮的地方，说啊，阿妈那小小的痛苦，以后能够享受那么美好的地方，不但是说我们骨头放在那地方，实在是像天堂，这个是能看得见的。其实它在天堂是比我们所看到的那种景况哈、哦、还更美好。还有就是说，我们感谢我们王爸爸红莹，能站起来，站起来，哎，哦，对不起大哥，我是刘家，对不起大哥哦，哎啊姐姐哦，未来要照顾妈妈，所以给大哥哦，食堂要去外面吃便餐呐、啊、哈，所以很对不起你啦，可以，可以，可以，还有我们非常谢谢姐姐哈、哦。照顾阿嬷，所以阿嬷的礼物是给小姑，小姑说我们需要用，所以她给我、啊、但是我觉得我不配拿那个东西，所以那个东西我要传送给姐姐做纪念啦、啊、今天没有带来了，那这个就代表摄影啦，摄影，哎，我谢谢你的辛苦啊，这个是阿嬷的，给你做纪念。感谢感谢。还有哈、哦，后面，我要讲一句话哦，就是6月16号那天哈、哦，那个妈妈打电话来的时候哈、哦，妈哭啊，我听了心里面是好难过，因为听到了我就一直哭啊，我说啊，阿嬷哦，啊，总是吸了。他的就是他的痛苦啊，息劳，后来再添加哦，这个都是神的恩典。他虽然我们不能为他做什么，不过到虽然我们哈在那个肩膀被贴等一下哈。小妈，你要说话是专心一点好吗？虽然不能在这个世上再为阿嬷尽孝，可是阿嬷走的已经哈、哦、回到天堂哈、哦，阿嬷最喜欢的游历天堂5天半，那现在亲身的去游历嘞，就是说他已经。可以永远在那个地方，而且我们也承受阿嬷的这样的遗志，我还没继续，也是阿嬷一生最喜欢的就是要传，就是传福音，把游历天堂5天半的那个福音单呢继续就是来花给那些没有信的，对，感谢神，虽然我们。很舍不得阿嬷这样子哈、哦，因为她辛苦一辈子，守寡40-50年，那我们还是一样，也是在这里，也要感谢主啦，让她能够这样子哈、哦，可以说是没有病痛的这样子离开世界，那让我们这些晚辈的人。足够有更多的时间哈，就是来把福音来传到地极。好，感谢主，感谢赞美主。那我虽然没听到，但是我想一定非常精彩。我看阿嬷也在我们中间了、哦，你相信的？我相信。我们看不到他啊、哦，可是他知道哎。对，我相信。谢谢阿嬷。那现在好，我们现在要做什么？走了。回家。啊，把那个宫保。宫保。要了，爸爸要吃。爸爸讲，要了。Thank you.
阮人民听阮的悲伤，第二款要感谢你，你予阮有份伫你的听内面，阮也要感谢你的疼痛，你竞选阮的弟母，阮的亲人，离开阮，阮的痛，总是阮依然要搁感谢你，因为阮知你伫个所在比遮较好，愿你帮助阮。安慰阮，予阮有共一样的信心，共一样的信仰，予阮也期待有一天也会当呾，予阮这时虽然暂时无力，但是阮依然要有希望，伫将来会生，愿你保守阮大人的信仰，予阮会当行在吉人之道，予阮无啥物，愿你是我。我阮伫在做事，我会当互相伫遐三边的守住阮你的面前，愿你也保守阮出入，也保守阮所做，阮一切所做拢会当用光你的名，愿你帮助守住阮平安，也守住阮到遐地平来了去，阮的亲人。这个代志，愿你保守，祝愿你的人生，阮将来今日保的日光飞花，拢将无处理，愿你开头到尾帮助阮，也甲阮三一个，也安慰阮，阮伫你的面前会出来尽情，阮只是靠你，愿你听阮恳求声。阮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未堪哩，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阿门，阿门。亲爱的，阮的上帝，你是会堪伫阮俄罗称赞的主，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永远伫地，袂会改变的上帝。你早前赞誉真侪阿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何无变作有的上帝，予世人国外的主？我也确信主你要帮助今仔日，你的囝儿伫你的面前所摆列的感谢甲祈祷。你这个，关于这个时，你才会问阮的囝儿，奉耶稣你的圣名来对你恳求。主啊，你甲阮同在，保护照看阮，也特别你来引带阮下晡的路站，因为下晡我的老母啊，要伫遐来举行一幕的礼拜甲会怀礼拜。主啊，我要恳求你。来保守阮，予阮会通得到主你天日来安慰、帮助佮鼓励，也予阮遮个兄弟姊妹，即种参加的人，也拢会通得到主你的保守，享受阮平安。但阮即个时要来出门，予阮头到尾通得到主你的引带佮看顾，你佮阮同在，找信心到阮三个地带，予阮所欲做一切事啊，拢会通得到主你的疼痛佮怜悯。予阮下晡也会通安尼真平顺来经过，祝你甲阮伫地，阮做囝儿伫你面前安尼感谢、恳求、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点半，点半，点半，咱家己安尼是切来，来切。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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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想生意呗，生意呗，对。好，把它放在里面。要拍先拍拍哈，拍拍在里面。可以了，好了吗？哎，就好了哈，等一下再照。等你个天哦，等你让我先照，先照再见面。啊，照相照吧。我就买一个卡来反光。好喂，翕好喂。我来请李牧师带咱祈祷。好了，请咱将心三个来祈祷。天地主宰，阮人类的创造者，天父，阮的上帝。你创造阮每一个人伫世间，予阮伫上帝你所创造享受的日子，会通跟得你。伫别阮金下埔即所在，阮伫少年，阮所敬听王牧师嘛，伊已经离开阮，离开即个家庭。伫下埔，阮要举行。这个力量到八月礼拜，恳求上帝你带领，特别你安慰伊们全遗族，让因无过头艰苦心。因为阮基督徒
相信将来的天呢，永远要上个徛起。所以这个离别是暂时的离别，是身躯的离别那定。祝恳求你带领阮下晡这个聚会，头到尾求上帝，啊，阮三个同在，带领阮祈祷交托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咱这个举行，啊，无输嘛，会伫个礼拜，嘛是亲友，还伫外面请入座，请入来来坐。两礼拜，即时请咱大家入座，请坐吧。
少年先生过身，也拄着囝儿过身即款的痛苦，就是因为安尼，伊也来认捌上帝，甚至将伊的囝儿奉献予上帝哩使用。即个咱来请良心教会张洪石牧师啊来讲道，伊的题目是讲咱的日子。各位姊妹，大家平安。今天等于讲，我是全家家族平安。拄仔咱所读三位圣经节，讲到咱的日子的时，后一个所在伫遐讲讲，咱的日子亲像影。第二个所在伫遐讲，我的日子亲像锁，亲像织布锁。第二个所在，讲阮的日子亲像吐一个气，但是原文在翻译的时，咱这个国语还是安尼报报化官员亲像影，上帝啊，阮的日子亲像影，也是讲阮的日子亲像锁遐尼紧。也是讲，我的日子亲像吐一个气，拢伫你的手机下面，小可有在工上地，敢那百万元的款。但是咱下晡，咱来为这个这个话，所以因的感觉，所以讲的话，小可有亲像较消极。人生亲像影，亲像锁，也是亲像吐一个气，吐讲一个故事。咱为这个话。虽然看来较消极，但是咱来稍微想，为什么？
求读中华信义神学院，杨永伟就读中正附校，外孙女后文艳任职伫福良传播公司。使讲每一个人拢真有成就。我孙仔先生过身了后，受高雄鼓山教会洪先生娘甲玉金姐引带来信主，信主了后就奉献伊个囝来就读神学院来做牧师。我感心就是这段时间了后，伊拢甲伊个囝伫教会内面有23年久，伊捌带过伫家人和平岛教会、屏东里港甲南州教会，直到3年前才搬来台北南港教会。牧师嘛，伊的心性非常的勤劳、真谦，疼上帝也疼人。伊也摒扫礼拜堂做家己的职责，也用有清气的礼拜堂也做阳光。1959年，伊滑倒，骨头受伤，今年正月初十参加伊的外孙孝顺的结婚典礼了，因为年老行动困难，经过中校病院的健康检查了，脑部断层的扫描了，才发现迄个骨癌的细胞已经刷到伫脑部。今年4月，肩骨甲左手边的手甲脚已经失去了伊的功能，必须用迄个导管来甲伊喂食。5月12日，伊马街淡水分院住院治疗。伊到5月16日，就是拜三早起9点，安然别逝，终于拢总是81岁，行完伊人生最后的路程。以上是个人安全的重点。甲咱代表谢谢。来先感谢天顶的上帝，予我的老母会通伫遐来信主，来真侪伊的囝儿，到伫这个年老，虽然身躯有艰苦欠安，照顾伫这个短短2-3个月中间，就予伊来煞世间的路苦，感谢上帝伫遐来照顾我的家庭，也相信伫这个时阵，我的代表遗嘱来奉下晡。而且甲阮主持即个一个礼拜，甲每个礼拜张宏祥牧师的正道，李宏祥牧师的书会，罗显忠牧师的祈祷，以及在座锡安教会郭牧师啊，甲陈长老来参加阮老母的即、礼拜以及周伯伯夫妇以及。南竿教会的中集来参加这个礼拜，互我心非常真正感动，感谢恁这个正热这个天气来参加我的老母的这个特别礼拜这个一个礼拜，感谢，而且不再一摆我来请遗嘱来应该来给来谢谢。12首吟诗了后，来占用为用，占用为用说，咱随时就要伫后面这个路上到回重点，所以请咱照这个顺序来进行。特别咱等下要上过回重点的时，请咱做伙一路上一路用，咱大家拢认识，最好的朋友就是耶稣。这时请咱来用《上联》512首。就是说，请张牧师来读读。
上帝疼痛，耶稣基督恩典，圣神的感动，甲咱众人三甲之内，特别甲贵族三甲之内，到永远无散。阿门。别动，好。来看一下，要定起来了。来来点嘛。好来。来晒一点。来来来。好来点来。来 OK。来，恁开门进来。开，哎，开，离开一下哦，开一下哈。要看见咯。哦，恁看见好，啊，刚好咯。好，看见。
你到我家来，到我家来，帮我放下衣服。我阿叔在过去洗澡，那是叫耶稣对四个外的人接庇的时代。这个叫耶稣对四个外的，也要接着接庇的时代的圣神，叫恁一个未死的先父过外。现在向你姊妹，咱已经了解了没有？我们不慢，一点多的高度。上帝为这一只黑话，我可以可现在就现在，信主的人，这是荣耀过我的事，来将主变化的福气。现在三个祈祷，全年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你把切见你的子，耶稣基督，来为着我死的时代来救赎我，我相信。过我的性命，仍叫信你的人来过我主啊，我相信你叫信你的人虽然死啦，却要对你的意义来接着活命。我确信你为着我赐予永远的门，让你的子耶稣基督会对咱伫我的内面，让我做你的兄弟，来享受永远的福气。主啊，我将阮所敬敬、让阮崇拜的未来，加许话，就是你保守阮，让阮有平安。将来，你若再过我，你是一定会见过三面。来祈祷，过主耶稣的名，阿门。台语念一次啊，那前面两段，我们就是直接来第一节念一个，念到第二行以后再来念第二节。副歌最后第三节的时候来念。好，我们一起来念。林先生，你也是我第一天接触过的朋友。关北亮。他说你来了。一起念。那我们一起念，我们就会跟着。老妈嘞。楼下。好，对，开始。地呀，路难好，水多好。这里。直接够了，够了。直接不搞了哈，第二部的。第二部的。第二部的。好没？两部。没问题啊，你有钱花，我有钱花，我想有钱花。有人加两期，因为有人要第二部，第二部的，请，请你们请离开一下，第二部的到这里来，好，第二部来这边，去这样做，你意思吗？第二部过来，你看，两个哈，好，你先关一下，可以唱第二部吗？停，再一次，全部都给第一个音，现在要抓那个和谐，再一次，预备，来。好，试试看哈，前奏开始，前奏开始。
第二步也没有问题。第二步 no problem, no problem。第三步。第二步最强。
错，就找救主耶稣。这条歌对一个吼，我唔知对妈妈有帮助啦，因为我相信讲一个人，伊要去见上帝。啊，若伫世，咱伫世间的信心，若是安尼无真坚定的时阵，这条歌会帮助伊。所以我讲吼，不可信伊，不可靠伊，只是信靠伊。伊会救你，他能，伊会救你，伊要救你，在能的后面用伊要救你，只是真救你，很充满这一块的什么那应许，讲只是真救你。所以我一直在唱，一直在唱，我唱的说，妈妈好像阿妈哈，好像说很得安慰啦。啊，所以吼，我就唱唱到差不多到十二点半，我嘛很累啊，我想要睏。啊，半暝四点，本来我是要吼，以前也没有这样过啦。我去那个躺椅吼，要睏阿妈的身边哦，静一暗。我嘛唔捌有这款的行为，吼，我讲啊，无安怎啦吼，所以我就去房间睏。啊，到四点的时候，那像阿妈你甲我叫啦吼。你家叫我是看到实际我四点的时候醒起来，我阿妈甲我叫，我去了房间来看的时候，阿妈把我穿过，我才放心啦，我才放心，啊，我就无去过，讲到早起六点半，照常去灵修，啊，灵修刷了后，我有甲一个牧师在讲话的时阵，已经到九点，阿金吼，伊就甲阿妈甲饲牛奶，我那照常安尼甲七仙姑饲牛奶，啊，到九点的时候安然吼，很没有病痛的去世。啊，所以我这就是讲哦，对咱迄只囝儿这个事实，一个真好诶一个交代，一个见证。因为吼，拄啊前一日伊嘛一直流汗吼，伊咱知影阿妈迄个吼，一个人若要过身吼，就一直拼唱歌，就是安怎呢？就是意思吼，迄个就是讲吼，那一种诶种诶症状就对啦，一直拼唱歌，一直拼唱歌，啊，肝若老了就休克就去啦。啊，所以呢，咱就是咱通知影讲吼，阿妈伊即个安尼对伊破病死话，啊，一月十号吼去参加孝心的婚礼对无？啊，了后就无，我就通去，啊是袂行，啊到四月就症状就开始严重，啊严重就是啊伊的脚手就无力，啊讲话也讲袂出来。四月初是一个漳州的一个啊寺院长老来找来讲，那个阿妈讲话就阿袂讲话只。啊，了后我就是三月一对吼，因为阿嬷要去便所店店换桌，所以我去买一个马桶要伊坐，换嘛坐无几摆啦，啊后来就爬不起来。啊，所以就是讲咱阿嬷实在是一生八十一岁，也是上帝特别安尼怜悯啦。你知影阿公吼，38岁就去世了啦，哦啊阿嬷守寡吼，到安尼。